这个今天来到我们擂台上的呢，是一位武术冠军。对，没错啊。但是武术选手来到我们这里，我感觉还有一段时间要去适应啊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像我们这个擂台上各种因素很多很多。很多啊。你比如说武术型的选手和擂台型的选手，他们平时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武术呢有一定的表演性，擂台呢更多的是格斗技术的。上一次比赛呢，有一个武术型的选手一下子就被 KO 掉了。